一代玉女掌门张柏芝职业素养有待提高，为何还受到观众的追捧？说到香港曾经的那些老牌演员，除了有的超高的颜值、优秀的演技，有就是那公认的敬业了，即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。比如我们喜欢的刘德华先直就是演艺界敬业的标杆了，正是因为这些人有着这样的品格，才铸就了港片曾经的辉煌。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个别的演员不是这样的，甚至还被指责将香港演员的脸都丢了，其中就包括一代玉女掌门的张柏芝。其实张柏芝被这样说应不是第一次来了，张柏芝的懒惰已经是家喻户晓了。曾经自己说连续三个不睡觉的夸张言论真的是让人都懒得拆穿。张柏芝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，而她很喜欢将自己的私生活让媒体知道。孩子爱吃中餐米饭，一份孩子爱吃西餐汉堡，这让当时的观众都无语了，这真是没文化，太可怕，想什么说什么啊。还扬言自己是吃素，结果反手就被爆出大吃大喝的场景，甚至还说自己能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一个星期不洗脸，晚上还有吃夜宵，完完全全就是坑人的节奏啊。如果那些粉丝真的按你的说法来，那么真的是毁了。张柏芝这谎话是说起来都不用打草稿的，耍大牌的本事和他说谎话的本事一样厉害，就连出了名好脾气的刘德华都曾经说过张柏芝耍大牌这件事。二人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，在刘德华背着负重吊着威压拍戏的过程中，张柏芝频繁地接电话导致拍戏的进度被延长，气得刘德华都有了不想和他拍戏的想法，只不过碍于朋友的情面有爆发而已。而迟到对于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，曾经就因为自己的工作态度曾招致郑佩佩的不满，而且还声讨过他。是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他还是有很多观众喜欢他呢？那是因为张柏芝虽然人品有问题，但是能力还是有的，毕竟也是有能证明自己演技的代表作的。比如喜剧之王和东施侯等精彩的电影。有星与心愿这部片子是赚足了观众们的眼泪。有一点值得夸赞的就是张柏芝的颜值真的是万里挑一的了。要知道八九十年代是一个盛产美女的时代，个个都是美的不可方物，然而张柏芝
还是能一齐绝尘。无以说明其言，直高到了什么程度，这样说吧。她的美丽可以让人包容她所有的不好。后来和谢霆锋的婚姻走到了尽头，带着孩子努力的生活，这种境遇也不免让人唏嘘。除了演技和颜值能让观众原谅他，还有就是命的问题，自己的运气是很好的。他生活在了一个不是那么残酷的年代，那会儿的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是很快，所以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即使播散也是范围有限。你要是放在现在看邓论的事情，几个小时你就彻底晾凉了。现在的他已经很少拍戏了，由于年龄的增长，自己的重心也是慢慢放在了生活上，所以看不见自然就很少有人去嘲讽他，所以一个人狂是需要资本的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还去狂妄，那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了。一说到香港曾经的那些老牌演员，除了有着超高的颜值、优秀的演技，还有就是那公认的敬业了，即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。如我们喜欢的刘德华，兼职就是演绎借敬业的标杆了，正是因为这些人有着这样的品格，才铸就了港片曾经的辉煌。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个别的演员不是这样的，甚至还被指责将香港演员的脸都丢了，其中就包括一代玉女掌门的张柏芝。其实张柏芝被这样说应不是第一次来了，张柏芝的懒惰已经是家喻户晓了。曾经自己说连续三个不睡觉的夸张言论真的是让人都懒得拆穿。张柏芝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，而她很喜欢姜子己的私生活让媒体知道，一个孩子爱吃中餐米饭，一份孩子爱吃西餐汉堡，让当时的观众都无语了，这真是没文化，太可怕，想什么说什么啊。还扬言自己是吃素，结果反手就被爆出大吃大喝的场景，甚至还说自己能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一个星期不洗脸，晚上还有吃夜宵，完完全全就是坑人的节奏啊。如果那些粉丝真的按你的说法来，我真的是毁了。张柏芝这谎话是说起来都不用打草稿的，耍大牌的本事和他说谎话的本事一样厉害，连出了名好脾气的刘德华都曾经说过张柏芝耍大牌这件事。人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，在刘德华背着负重吊着威压拍戏的过程中，
柏芝频繁的接电话，导致拍戏的进度被延长。刘德华都有了不想和他拍戏的想法，只不过碍于朋友的情面，没有爆发而已。而迟到对于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。曾经就因为自己的工作态度曾招致郑佩佩的不满，而且还声讨过他。是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他，还是有很多观众喜欢他呢？是因为张柏芝虽然人品有问题，但是能力还是有的，毕竟也是有能证明自己演技的代表作的。比如《喜剧之王》和《东施侯》等精彩的电影。还有《星与心愿》这部片子是赚足了观众们的眼泪。有一点值得夸赞的就是张柏芝的颜值真的是万里挑一的了。要知道吧，九十年代是一个盛产美女的时代，个个都是美的不可方物，然而张柏芝还是能一骑绝尘，足以说明其颜值高到了什么程度。这样说吧，她的美丽可以让人包容她所有的不好。后来和谢霆锋的婚姻走到了尽头，带着孩子努力的生活，这种境遇也不免让人唏嘘。除了演技和颜值能让观众原谅他，还有就是命的问题，自己的运气是很好的。因为他生活在了一个不是那么残酷的年代，那会儿的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是很快，所以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即使播散也是范围有限。你要是放在现在看邓论的事情，几个小时你就彻底晾凉了。现在的他已经很少拍戏了，由于年龄的增长，自己的重心也是慢慢放在了生活上，所以看不见字，然后就很少有人去嘲讽他，所以一个人狂是需要资本的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还去狂妄，那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了。